过来，是吧？一凤楼那个挂上去就是我们家的。还有那个保定会馆里边也有，保定会馆啊，对，你不是说你很想做那种一凤楼那种茶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们吃那种这都是一个性质的。你去看他们家那挂上去就是我们家的。你能领着进去啊？啊？你能给他们服务啊？你让进去，你让你进去啊？你说的，你想进去就进去。得看你给他们服务，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那不是说谁想进就能进的。他用的咱家是零几的？零二的。零二都属于商业机密，你进去了还行吧？你看没？你看都没看过这，没见过这个，真是。见过，我见过我们那个办公室那个冰箱里头有这个机密，但那个好像是客户拿过来的，但不知道怎么用。